这样，好，他们今天要开始，我再调 ，OK。谁打个喷嚏就玩过来，找不到，找不到，看，找不到，看，找不到，老师要去，你吃得到吗？吃得到吗？老师牙用口罩捂住嘴，我要问他吃，这个你讲吃不到吗？不能有，不能没有形象，这个吗？在这里吗？对啊。太奇怪了，老师的头，我眼睛去了，我现在看不到哎。我用面粉把它盖起来，你看得到吗？你吃过，你会吃？我好渴啊！你知道？哎，我想象这个环境，在哪里啊？你有到啊？你有到啊？我调的这个，好吃吗？干一个，干一个很干。 好像圣诞老公公，对呀。我不想玩了。我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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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再来。老师可以把这个拿下来吗？老师可以把这个拆下来。当然不行啊。没有，还是有办法。里有三只动物哈，然后队员可以提示它是什么，来拿起来。这个摸一下，摸一下，你觉得这是什么？等一下摸，你可以摸完，你两只手，你一只拳手瘸了是吧？肚子啊。好，闭上眼睛。有吗？过身啊，这只已经。来，这是什么？下来了。对啊。来，重新，就是要绑住脚，然后绕那个操场这样绕回来，这样就结束了。然后怎么绑？因为操场很累，简单的。然后可以用爬的吗？我们等一下拍摄组哈是不会停的。我，那就排在这里。我要养只马，所以还算了。我要养只马，这边是白白的。有用。好，毛巾谁要拿毛巾？因为他是马上就要擦掉脸了，快点。加油！毛巾啊！那个水，因为我们就是在做节目就是正面，可以吗？可以啊。啊，那个，等一下马上放大。好，开始喽！有被那个冲车，然后就这样，懂吗？这样会不会？他绝对吃不到。等一下，你吃到了没啦？你用舌头不会哦，你直接用鼻孔怎样？你以为我会吃东西啊？在玩你自习。太难吧？继续。哎，水。哎呀，不，水不用太多了，因为水太多。你看，他要吐水，他要收回来。有拍哦。鼻子，他的鼻子伸不出来。然后你就是他前面。不用跳，你退在后面。白岩重，哎，周冠勋过啊。哎，不行，老关就绑在这里。哎，等一下会不会有人 care 说那个杯子只有两个，然后会重复使用怎么办？有没有 care 吧？倒的。这里先放这里。奇怪了，我用的关卡太弱了。你这个摄像是不是很暗？对不对？暗的地方，前面的地方。哎，不能看啊！哎，对啊，还在偷看。不能看啊！哎，不能看。我们刚才也有作弊。我刚才有作弊。我们刚才有作弊。太明显。哎喂！
你要怎样？整个面粉都吃了，好来。整个面粉舔的。吃了吗？狼腿吃了吗？吃到了吗？面粉黑掉吗？吃了。哎呀，吃了。好恶心。直接吃了。哇塞。所以。超好吃。我应该在电风扇来的。来来啊，水水。面粉煮的，给我空到哦。我不玩了。对吗？很干，对不对？很好吃，我觉得怪怪的。耶！要打扫？不用，没关系。第五个是谁？你？你要先回去拿。是你吗？等下打孩子。你推荐进来这样子可以。我。可以啊。然后可是我还没加你的。田地的田，我还没加你的。对啊，就田地的田，地正。等下。还有那田立伟。亚军。哎，等下我要拍，等下啊，不用。哇塞！继续啊！哎，你要提示他了，他这样子要吃多久啊？右边，左边，到了，先到了，你已经摸到了，你打了要呼吸我，立正的立，田地的田，立正的立了。哎，对，爆炸头对。阿伟，我给你把这拍一拍。OK。我也是那个，来拍。等一下，不要动。我要抽两个布。你看现场直播。对。啊，不要太大力，碰到就好了。没有啊，差一点，什么都没有，自从吃了，哎，够不够呢？好，有了，下来了，参赛者过来，不要拍我，来过来，老板，你不知道怎么办，你知道吗？我爽了，老板，你先踢你手吗？那下一个，来快来，老板，你先踢你手吗？啊，你踢了到再讲，踢那个球过来，作弊，好在，真矮，喂。快点啊！好，那个来。好。啊。上课了。Oh my god！ 什么玩具总动员怎么是不能讲出来？没错，好，谢谢，好，再来。好。好，这一支是什么？A 小熊。熊猫。好，再来谁？不是有一个那个戴眼镜的，两个戴眼镜，来过来，拍一下。来，来你猜跟拍你知道吗？要录了吗？对，你要后退。地方，走啊，这样会比较快，因为他这里有两台，你过去那边。来，好了 ，OK 了，好来哦，来开始，一。哎，大哥你要配合啊，好难哦，来哦。过去了。一二，好，快，完成任务就好，赶快，绕过来，不要再过去了，给我过来。好痛。要不要结束了？还是要继续？好痛，我家。谁要放弃了？大哥，他就是固定了，不行，你不，没有，他把他关机了啦，谁把他关机？绕回来了，总算有点样子。废话，三个很简单哦。到面粉区哦。这个时候要拍他的脸。怎样？断了？我的脚了。往前，好可怜哦。来，谁操控这一台的？来，给你。你要知道，我们看镜头就是你想看到的哪个部分，你自己拍。如果你想的话，你就要想办法去绕过去。一二，痛苦吗？一二，那个太痛了，脚断了啦。所以下次要改良好一点的吗？还是没有？太近了，你已经没有在看镜头了。我们拍摄者要看镜头，不是看你的眼睛。好。耶，完成！解不开，剪不开。就跟你讲吧，还好你没有打死结。太胡了！
快断了。好，好，节目结束啦。大家啊，你好。节目结束啦，谢谢大家。好，拜。关。你就可以看到你们拍的成果了。怎么少一个？不是六个吗？哎，少一个，好，少一个，好，好，来哦，来你第二个，快点，三个，赶快，赶快 ，GoPro 在哪里 ？GoPro 不可以这样拍，一个在前面，一个在后面，一个在我这边，然后他不是要吃面粉吗？你要跟着他蹲下去，跟他蹲下去。然后他在吃的时候，你要拍他这个，懂吗？懂吗？然后这个呢，要这样拍，这个要这样拍，然后你也要跟他一起下去，懂吗？他们两个都不用，他们两个也不可以站在同一个地方，你也要站在这边，他站在那边，你也没办法。我告诉你，你连一颗都吃不完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很干。哎，谁来？谁在那里？好，我要吃，你去吃。来，赶快，第一关，赶快，不要浪费电，赶快来。来，开始，来。吃到一个吗？不必。来，拍起来给大家看。好可怜哦。水来，来站起来。水来，就是要这样，更近，这样，懂吗？你要这样子。要水吗？要水吗？不会干吗？有多干？真的不干吗？老沈，你想想我好不好？哎，赶快啊！水哈，今天里面超恶心的。你是什么口味的？来，下一个。下一个。对，你要帮菜，好，继续。来，下来吧。哎，你们要下来。没有，你不用。你们两个都是上面的，只有他两个是上下面。喂，认真一点。插手。好，来，真的，我刚刚就等钱。啊，下去了。人家很凶。我也好。马上就咬到了。哦，这哦，那大嘴。怎样？你会恨我？你会恨我吗？你在看我。我飞了。有这样胖吗？想到了，赶快毛巾，快点，毛巾，快。被子哦，我怕的，我才第二节课而已，就这样。你有 take 吗？拉。好，可以了。好，谢谢。我第几？我还没看你第一，是第三个吗？哎，你快乱跑啊！来，快点！哇，布丁家，有点危险。不会，那个老师可能要请你，就是好，赶快，来真假的，好。我很想拍，好，看 BB， 可以拍 BB。哎，怎么可以看？这好，来，鼻子吸一口气，一定要咬啊，来，好。水，毛巾，快点，不要动。哦，包很重啊。有。我不要挡住。好省，对，都白。没办法，我刚才真的。压他，免费。压他头，压下去。不知道的，压着都不要大现在。哇，压下去，专业的。哇，真的是很屌了。好了，不要再动了。甩，快点！不要去洗哦，来，赶快擦布啊！甩的，对哦。然后头发，来，头发我帮你用一下。谁啊？怎么故意？来戴，戴不错。好，来。好，在这里，在这里，右一个。好，我想要玩它。你想玩它？好，快点，最难。来，这是好几个，一回家就直接找到了。靠，白痴啊！喂，赶快毛巾走。你要不要眼罩先拿下来？洗车。智能可怜了。为什么他那么可怜？你们那么恨他？
你有吃到吗？是吧？都还白色的。他看起来那么可爱，你干嘛这样？他在看呀。喂，怎么办？还要吃吗？还要吃吗？没有了、欸。好，下次下一节课我再补偿你，好不好？那里面到底是什么？谁？六啊！你给死啊！哎，这是谁的？我们进行下一个单元啊，哈！下一个单元。下一个单元。这还是单元吗？来，这是谁？六班的学生。老师。快快啊！比到这里，这是第二关。好，我们先布局。好，我们第二关是踢这一颗球哈。那刚才因为没有拍到准备。不想踢不到呢。不到呢。好，刚刚，刚刚好机会，来来，我帮你。来，一二三，好。踢掉，踢掉，超屌。踢掉，踢掉，来，踢掉，不行不行。用开用开，踢掉，快点，踢掉，来，踢掉，快点啊！不行，踢掉，真的假的？好，我帮你快点起来啦！来，你拿着，好，谢谢。没有，抱歉，看看，我帮你，这波，没有，我帮你，来，停下，停下。你不要跌倒。哎，差点点，可以，有，我帮你扶着。好厉害。毛先生来了，你有喝饱吗？你刚才确定你有玩吗？他怎么都没有面粉？怎样？好了，快点问。来，你不行，好来，来一二三，好，我靠呀！完了，搞定了。你降到这里了吗？这应该不会很难吧？对吧？这应该不会很难。来，踢！来，踢！我本来想要不要让他拍。都。而且太大。要打开啊！按下去之后往上。尴尬了，我摸到我妈尾巴，我知道我是摸尾巴，这摸不出来。
他现在什么姿势？耳朵很小，鼻子很大。遮什么？然后下面。毛发嘞。什么吧？啊？我觉得是熊啊。什么颜色？粉红的。哈哈哈哈哈！我忘了那是什么。好，再来，下一个。有没有去吗？有啊有啊，报三把。这是我刚挖尾巴，要拍那里，拍那里，要看那里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一模一样，好不好？这是什么？会摸起来一模一样啊？哪有一样？差很多哎，手比较长哎。我看我这个真的摸不出来，对不对？黑色和白色为主。哦，对。哎，这个提示比较好哎。不要提示啊！好，再来。我该问的问题。换下一个，来。这不用打，来来来，眼罩眼罩眼罩，来眼罩，可以吗？好，准备好了吗？好。我赶紧，你赶紧出来，看一下。滑滑的，还可以，然后干干的，好，等下。这种。跑吗？对。不会，相信我。注意看，注意看，这个模式。你是会看不到反光，对不对？把它移成这样，然后你只能看 monitor 啊，你只能这样。然后他们在走的时候，你要跟着绕。来，先让开，要这样一直绕。啊，道歉，就一直这样绕，一直这样绕，你可以绕很慢。摄影机哦，这个摄影机比较重要。哎，包不要过来，你干嘛？快点，我们要开始，我们还是你就看你用的。你们两个是一样的，我跟你是一样的。跟我说句，是你们先右脚，对，我们先右脚，很困难哎。所以就是你们，我们右，你们左，那你们左，你们。等下我要主持节目，等下。我跟你们一样，右，然后他们是左，我们左，他们就右。第四关会比较困难一点，因为是两人三角，要看默契哦。好，预备，开始，来一。二，要走慢一点，要不然会痛。一，二，要快点吗？一，二，一。算这样，有两个。很难吗？很难，快到快到，要不然我们不要绕回来，我们就绕凉亭就好了，快点，赶快！你要跟着绕啊，你要绕。对，你要绕，你要绕，他现在可以绕了，现在可以这样，一定不要拍到他的脚，你要拍全身，他们的全身，他们的全身，他们的全身。右，你们左，右，然后左。其实没那么困难啦、啊，来啦，就这样就好了，来来来，来赶快走。很痛吗？很痛。很痛吗？很痛。屁啦，骗人。很痛，快到快到，就这一点点而已。我要打脚，很痛哎。很痛。就是这样拍一下而已。快啊，快到了啦，真的快到了！你看他在那里写功课，赶快，我们去看他是谁。来了，快点！爸，你刚刚在拿面粉了。好，你过去。哎妈，把面粉拿来啊！我们去看那个同学在写什么功课。温室。根本不用这样，你就直接走过来就好了。很痛哎！真的？你不知道？你要放弃了吗？你要放弃了吗？要放弃了吗？要放弃了吗？掉了！要放弃了吗？真的要放弃了？快讲不出来！算了，我已经没差了。我没差了，我可以唱。你真的没差了吗？没差，没差。好，
好了，下课，老师，全体球嘞，球嘞。